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天津卫视为您带来的《你看谁来了》新年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要走进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航天琪老师，也是我们俩的好朋友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航天儿。有请大来宾。亲爱的，哎呦，太美了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哎呦，太美了！新年快乐！今天这个感觉是盛装出席呀、啊！你们的节目必须盛装、啊，太美了！啊，关键是我觉得最近是不是给自己健身了一下？感觉这个整体状态都不错呀。嗯，裙子版型比较好。其实这个航天呢，这些年啊、哦、一直在唱，我觉得就是没有割下来，怎么最近嗓子？我们没有赔，对，最后我们就是他没赔，就我一个人赔了，就是也算是好好的收场了啊、哦，那还行。